它是一只食欲真的很好的狗哎。看起来好像没有结痂，不然我们用菜花给它试试看。哎，真的耶！菜花针啦，菜花针。好、哦，我怎么觉得这些有点不再呈现那么粉红色的状态了？嗯，哈、哦，对啊，这就感觉到这里好像有收口。是啊，我觉得那天那时候看你把之前那个照片调出来，嗯哼，还有脚掌下面有一个很红的那个，还是我们把它麻醉后啊，要抽取一些，还是先做？做什么？就是说，比如说该处理的事情。